Hello， 这是老师。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蛮特别的这个活动，老师特地来载我们的教练，对不对？教练，听说教练最近很红，是不是？好，会被人家认出来？没有，就一次而已。就一次而已。好，原则上，教练上车，上车，上车 ，Let's go，Let's go。那老师，我们今天到底要参加什么活动？我们呢，今天其实老师非常开心，受到这个有没有杜卡迪官方的邀请，去参加他们2018年新车发表会的西雅图站。那么你们都知道，老师非常喜欢杜卡迪这个品牌，对不对？所以呢，杜卡迪也把老师列入成其中一个有没有观察的对象哦。所以呢，今天也非常荣幸呢，受到他们的邀请，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2018年的这个有没有车款，尤其是什么？V4 对不对？那老师今天也非常开心呢，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去看一下 V4 真正亲眼看这台车子的设计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老师今天最想看的是哪一台，你知道吗 ？Speciali 这一台摩托车，对不对？而且呢，今天老师的友人呢，这个凯文，对不对？常常上老师的这个 Vlog 的凯文呢，他呢其实呢前阵子也已经下定金买了一台 Corsa 959 Corsa 也。就是说959的最终极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地的去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要去这个活动之前呢，老师先来买一杯咖啡。我们西雅图最著名的是什么？西雅图太空针下面的麦当劳。对，我们来这边买一杯这个咖啡，有没有他们的这个有没有摩卡咖啡？来喝一下，顺便提神。因为呢，老师其实今天一整个早上已经陪了这个小孩子一整天，对不对？其实有点累，我需要一个东西来提神一下不过呢 ，shout out to Mackie D， 有没有麦当劳的 Space Needle 这个 location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也是我们常常骑车聚会的一个地方哦。顺便带你们来这边了解一下，对不对 ？Have a large on sweet tea, large caramel macchiato.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All right, thank you. 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不想进去买嘛。通常老师会进去买，然后就是休息一下、喝一下。但是他妈的这一间。刚好就在我们的地标的下面，所以根本就是不可能哦，人太多，你懂我意思吗？人人人最近也到一支小山，雨愈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情人节快到了，顺便唱一下。我不咖啡啦，好好好好好。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不免同情我。手头的烂，忘了。我记得我也听过。对啊，我无醉啊，很好听的。只有烧酒了解我。还抖音哎！哇，这个台语歌一定要抖啊！我跟你讲，唱台语歌有一种特别的技巧，有没有？就是要低音，还有就是说要拉尾音。OK， 你们一定想说，老师，你不是要去杜凯迪的这个新车发表会吗？你干嘛没事就带我们来这个水区，对不对？有水的这个景哦。其实呢，讲到这个活动，其实是6点开始，晚上6点开始，但是我们他妈就是不行。准时6点就去，对不对？这是怎么有行头 ？gay 小，对不对？至少一定要6点半才去，要不然就是他妈7点的时候再出现，对不对？这样才代表我们有行情哦。不过原则上呢，老师呢刚好在这个有没有我们太空针附近的一个水域，就是 Lake Union 的 area。老师其实过去在这个边骑边共购给你们介绍到，但是呢，其实这个区域我没有跟你们聊过哦。来跟着老师走，这边原则上呢有非常多的这种私人的船，有没有 ？As you can see， 来我们教练往这边拍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么呢，很多在这边停在水岸上面的船都是私人的。那么呢，有的是在卖的。那他那边其实有一个这一种 consignment 的这一个中介讲公司，所以呢，这边很多的船都是他们在卖的哦。话说，我觉得你肩膀好像宽了很多哎。真的吗？对啊，因为我最近有在 work out， yeah。因为教练最近呢，为什么会叫教练，对不对？我的 homeboy Chen， 对不对哦？最近一直在帮老师训练，因为老师呢今年的7月一样要去夏威夷工作，对不对？讲到去夏威夷工作，绝对要常常就是下水嘛。那下水当然不行，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大肚子下去一定壮壮的哦？怎么样？今天咖啡有糖吗？
哎、欸，没有，我点这个无糖的。是哦。嗯。好好好。来来来，带你们回去青春的九零年代哈。来一首什么歌？教练点一下。听海。听海，张惠妹的听海吗？对。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你真的是我的针，我是你的线。你是针吗？我是一双。哎，来来，我们唱一下这首歌，你会唱吗？会啊。来 ，music， 噔噔噔噔噔，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啦啦啦！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心，却又不靠近？来，我们一起入镜入镜，听海哭的声音，还叹息着谁又爱上了心，却还不清醒。哇，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李喜江，哇，洗刷，江都刷了。今天整晚都是这种，我天。但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哎呀，学问啊，学问！我们还有一个街区就到了哦。哎，没错，来，你看我们现在气氛搞得非常的好，今天的心情都是红色的，耶、yeah ，满心的爱。好啦，那现在呢，今天呢，杜卡迪他们所办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我们西雅图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近几年来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地区。那这个地方就叫做 Belltown， 也就是说一些 young professional 也好，或者是说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小酒吧的这个地方，比较高格调的一些酒吧的这一种去处哦，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多摩托车，这边右拐，有哪里？对，右拐这边，右拐，对，真的有好多摩托车呀、啊，摩托车啊，哇，好多摩托车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呢，我们要为了省钱，所以呢，刚好我知道。我有一个当地有利人士的家，就住在这旁边了。我们直接停他家楼下，好不好？ Okay， 在此感谢大甲邱姓小开，邱姓小开，邱姓小开，现在是大开了。对对，现在是少东，少东，少东，好不好？少东很无聊，没事就会直接这个微信我一下，说老师你在干嘛？对不对？好可怜的感觉。但是我们很想你，好不好？对 ，Shout out to my homeboy 哈，那个。大甲还有大俊，对不对？对，刚好因为这个活动现场就在你们家附近，想说直接停你们家楼下就好。在此真的感谢大甲有利人士，好不好？我们卡到盒子，教练非常的不爽，来个，哎呦，看，教练好帅啊，真是我的真。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快到了今天杜卡迪2018年新车发表会西雅图站的活动现场。那么 as you can see， 现在前面呢就已经有一堆人呢穿着这个杜卡迪的衣服要进去哦，这个会场好炫哦，他们还在外面排队，我们等一下呢直接冲进去，对不对？他说不让我进去就不跟你买了，对啊、哦，我们直接去找他们的总经理 ，Let's go。好啦，那现在我们已经进来杜卡迪2018年西雅图站的这个新车发表会的现场哦。不过呢，老师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一二楼，今天这个场地非常非常的大，来看一下一二楼有什么差别。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哦，
原则上呢，这边是一楼，一楼这边呢就很像是有一个这一种模拟式的电动玩具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酷。那这边呢也算是一个 open bar 酒吧区，酒吧区这边呢也可以就是说看有没有就是说过去的车种，还是说有一个 social 的地方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哦。现在呢这边就有没有 Ducati 呢2018年发表的 Monster， 也就是呢过去的这只 Imola Yellow， 这一台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摄影师请你拍一下，哇塞，超级超级美的哦。这一台让老师想起我的 Imola Yellow 的 Sport Classic 1000S， 真的是超级超级帅的。那老师呢个人也觉得呢，好久好久 Ducati 已经没有把这个黄色的颜色直接套在摩托车上面，所以老师呢也非常开心的 Ducati 在2018年把这种 Imola Yellow 的颜色直接带回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现在跟着老师继续走，一楼还有什么样的给息呢？来，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一台其实老师过去有跟你们介绍到，就是在17年的时候哦，就是 Ducati 发行了一台结合越野还有就是城市的这一种有没有哦车款，也就是 Desert Slide。 这台车老师之前已经有跟你们介绍过，所以老师在此不再跟你们多介绍。不过呢原则上呢，这台车如果想要知道它的一些来龙去脉的话，记得去老师过去的这个有没有哦我的这个视频去了解一下哦。不过那我们继续走下来看一下一楼还有什么东西哦。哎呦，我不知道一楼这边有这个，哎，今天好像一楼这边也会哦，怎么讲 unveiling， 也就是说呢直接哦发行一个啊，应该是这个 Scrambler 1100，有没有 Scrambler 1100？哇塞，这台车老师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实车。不过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今天 Scrambler 这种车款可以发行一款，就是说它引擎的 CC 数比较大的，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帅。所以呢希望呢未来呢西雅图杜卡迪呢他将这台车 demo 的时候，我可以看一下试乘一下，看那个感觉到底怎么一回事。来，我们现在就往二楼走， Let's go。好啦，那现在呢我们要哦到老师要带你们上去二楼看一下他们二楼的展示空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原则上呢我们要上楼梯之前可以看到一下，这边就是2017年杜卡迪的其中一个主打，也就是哦 Super Sport 这一台摩托车。个人觉得这种摩托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就觉得怎么讲，之前有为你们做过这个哦这一台车的相关介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自己去老师过去的这个影片做一下这个了解哦。不过呢让我们继续的往上走哦，来走上来的时候，这边又一个非常漂亮的投影，也就是杜卡迪的经典 logo， 太帅了，我的妈呀，这个 logo 真的好帅哦，对不对？直接就是一个 Ducati 的这个投影，真的是很正点，很正点哦。我觉得这一次呢，杜卡迪真的是有花钱跟花心思在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上面了。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跟有没有今年的这个有没有西雅图的这个凯旋这个品牌，他们砸重金哦办了一个活动，那杜凯迪就觉得有点心不安，直接也花个钱来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哦。好啦，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了二楼的这一个空间哦。老师今天哦遇到非常多的这个车友，自己的老朋友，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现在呢就跟着老师走来看一下今天这边哦要怎么讲为大家掀幕的这些摩托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则上呢我现在看到一台非常非常厉害的车款，跟着老师来来来来，今年呢2018年的其中一个哦这个有没有主打呢，就是这个，也就是 X-Diablo 白色的 X-Diablo 白色的这个车款哦。之前的 X-Diablo 只有消光黑，还有就是那个 X-Diablo S，但是现在呢给你出一台这个有没有 S 版的白色的，个人觉得还蛮酷的哦。那现在二楼呢其实我最吸引我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这边，现在跟着老师走，没错，也就是2018年的959 Corsa 这台摩托车。这台摩托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整台摩托车的涂装是用这一种，来来来，我们的车主哦，我们的车主凯哥，凯哥他已经定了哦，他已经
要买这台摩托车的。不过这台车真的是很漂亮，因为呢亲眼看到的时候，它的这个车格的涂装是利用这个1299 Super Leggera 的消光橘的颜色，再加上呢它的前面的悬吊哦是用这一种 Orleans 的这一种啊，怎么讲，设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老师呢个人觉得959这一台 Corsa 可以处理，为什么？因为呢过去呢959它其实是不管是 S 版还是说标准版，好像没有什么 S 版对不对，它的这个前面的悬吊是没有品牌的，但是 Corsa 这一台呢它是直接用这个 Orleans。 来我们进来看一下，同学们，这一台车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正点？老师现在呢就上去坐一下看是怎么一回事哈。哇塞，这感觉好帅哦，尤其是它现在这整台车的这种涂装真的是超级超级漂亮的，而且呢这真的是这种1299 Super Leggera 的这种涂装，真的是好漂亮好漂亮，加上前面的悬吊是给你 Orleans 好不好，这个是很厉害耶，漂亮。老师真的很开心看到这台车的哦，这种实车个人觉得很漂亮，我应该会买这一台，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超级正点。来，恭喜，贺成交。那么呢最后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在这边，今天的重头戏呢也就是要跟大家宣布哦，杜卡迪最新的品种也就是 V4 Panigale V4 脱离过去的双缸啊、V-twin这个 L 型的这个引擎呢，现在直接变成了这一种有没有 V4 也就是四个活塞的摩托车，非常非常厉害。老师个人觉得哦，其中一台就是这个 Speciale 哦。今天我相信他们会展示的两台 V4， 除了就是一般的这个有没有 Panigale V4S 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 Special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点。那讲到 Speciale， 其实呢，这台摩托车是限量的，也就是说呢，哦，它好像是全世界只有1500台的样子。不过原则上这台车真的是很屌，老师现在非常的期待。等不及看到实车，好，等会聊，拜拜。10, 9, 8, 7, 6, 5, 4, 3, 2,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w Panigale V4. We get some lights on this thing, please.啊、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把 V4 正式的宣布以后呢，现在呢他们把一般的 V4S 直接放在这边，来我们摄影师往上拍一下。那这个 V4 呢也刚好呢提供现场的车友还有就是 potential buyer 对不对，就是潜能性的买主哦，让他们试乘一下看感觉。不过刚刚老师呢听到这个有没有他们的 speciality声音真的好爆哦，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走。好啦，原则上你看到现在后面这一台呢就是全世界限量1500台的 Special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点。而且你看到它整支排气管全部都是那个有没有蝎管 Akovic 的这个整个整组的蝎管真的非常的正点，而且你看很多的这种零件全部都是用 carbon fiber， 也就是碳纤维。然后我们近一点看一下，这边椅子全部都是用这一种有没有 Alcantara， 也就是有没有鸡皮的材质，摸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软 U。然后呢，整台就像 Tricoria 有白色、绿色、红色的这一种涂装，真的是很好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支管，这一支管真的很正点。然后呢，搭配这一次 Speciale 的发行。其实它可以让这个有没有车主自己选配，比如说钢圈呢它可以选配看是要原厂的这一组，或者是呢它会直接给你这个铝镁的这个钢圈，非常非常的帅气。而且随着这台车来的时候呢，它有非常的这种套非常多的套件都已经在上面，比如说这个有没有防
就是摔的这个手法有没有刹车，这个刹车手法非常重要嘛，因为你如果没有刹车的话，绝对摔下去就完蛋了，对不对？非常正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这一台真的是完全的就是限量版的，有没有1500台？那这一台是没有任何的序号的，所以它是指 XXX 去呈现，也就是说呢，完全不知道这一台车是几号，对不对？真的非常非常的屌，不是消费型，就是不是卖给一般车主的，所以这一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正面一下，原则上呢，一般也是全部都是 V4 的造型，但是你看哦，这边该有给你的这一种有没有 carbon fiber 的这一个哦材质，全部都有给你。如果你不信这一台是不是 speciality， 这边就是直接给你打的 speciality 的字眼，而且这个东西是真的有怎么讲触感的，非常非常的帅。这一块老师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帅，因为呢这一块呢它是可以整个改成。这是 carbon fiber，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那么因为这一台的这个引擎的设计是用 V4， 也就是四个活塞的，有没有？所以呢，它整台车子的这一个有没有宽度也比较宽一点。看它左右边的这个管的设计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像 Tricoria， 所以呢，怎么讲，有一种说不起来的一种啊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要说很特别吗？我也没有觉得到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劲爆，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很帅的一台车，如果有一点闲钱绝对可以处理一下，因为呢它是限量1500台的一台摩托车，非常非常的帅。Hey, I know, how are you, bro? Good to see you, man. You've been great. I look fat, but I look awesome. 好啦，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准时收看老师这一集为你们带来的 Vlog 哦。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再次感谢呢 Ducati 官方呢哦，今天邀请老师还有我的好朋友大家来这边哦，共睹一下这个宣布仪式，对不对？那说真的啦，这个 Speciality 真的蛮好看，但是没有带来哦给老师过去那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因为他还是用这一种有没有 Panigale 的一般的这种造型去做设计，所以希望未来 Ducati 可以设计一个完全不一样车型的哦这个车款。但是呢，如果你问老师说2018年的这台摩托车我会买吗？我觉得我应该是会959 Corsa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哦。来，我们先贺成交一下，贺成交，大家要买一台，嗯，好不好？好，先不要这样，不要讲这么明显嘛，对不对？等一下被师母听到就死定了。好，三台打八折，老婆在后面很远，他才敢这么讲。我看到老婆在等。好了，我们就今天讲到这边了啊，到时候见，拜拜。